宙拥有超高人气的 BTOB， 暌违两年多，六月份是宣布八月七日在台湾开唱的好消息，让所有 Melody 们都相当期待。但这个演唱会明明还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，许恩光、任贤齐、吴青才三人竟悄悄突袭台湾，这消息实在太令人兴奋了，让喜欢他们的铁粉开心到睡不着。恩光在推特发文写着：“大家，真是一个美好的早晨，恩光雄志新才要去台湾了。”请一定要多多推荐我们好吃的餐厅哦 ，Right now， 谢谢。原来他们为了综艺节目到台湾取景，恩光还调皮的要粉丝马上推荐美食，可爱的留言吸引粉丝回应。三人上机前还拍了合照，证明真的要飞了。穿着花衬衫的三个大男孩真的超级可爱。据说他们这次会在台湾到处吃吃喝喝，喜欢 BTOB 的粉丝们赶紧出门寻觅吧。